由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替代役男所组成的表演团体望年天团成立超过三年，在全台湾当中是新北市所独有的替代役表演团体。望年天团的成员各有所长，像是唱歌、弹吉他或是打鼓，以及流行的嘻哈舞蹈，并且借由表演来发挥他们的专长。望年天团其实是全国替代，就新北市独有的一个表演团体。那所以那我们会成立这个望年天团，是因为其实发现有很多役男，其实他们都有很厉害的专长。那希望就是他们在服役过程当中可以继续把他们的专长发挥。那所以才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就成立这望年天团，让役男能够有做第一线服务的机会。那我们主要是希望在我们年轻人比较活泼跳跃的状况下，让那些阿公阿嬷能够看到我们这样很开心，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跳，那也希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年轻啊。望年天团配合新北市政府的老人共餐，在29区的关怀据点进行演出，让长者在一起用餐时还能够欣赏到青春活力的表演，在享用美食之外，有更多视觉以及听觉上的享受。那我们望年天团目前主要就是到新北市29区的老人共餐活动去做演出。那目前其实这样每年这样排下来，其实也有几百场的活动。替代役男组成乐团或是舞团，用艺术带给地方上的长辈不一样的关怀。除了增添阿公阿嬷的生活乐趣，同时也能发挥他们的专长，在服役期间有更多的收获。中嘉新闻李家豪土城报道。